君称龙胆凤主飞，文握经堂五虎威，借归镇坛僧道律，唤醒压方锦相随。有人问了，你这四句诗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就是讲解这块小木头的。您可别看不起这块小木头，在过去普天下一共才六块半。头一块是皇上的，叫龙胆；二一块是娘娘的，叫凤主；武将有一块叫虎威；文官有一块叫经堂；和尚有一块叫镇坛；中药铺里头压药方的那长条木棍儿算半块，剩下呢就是我们说相声这块了，叫什么呢？叫这个穷衰。说怎么叫穷衰呢？因为这个艺人呢，在过去穷困潦倒，生活无保障，哎，一没辙了，哎，就摔这块小木头，啊，来挣钱吃饭，养家糊口。现如今呢，艺人的生活、社会地位都提高了，叫做人民演员了。这小木头也改名了，叫做醒木，就是提醒大家注意的这么一块木头。我往桌上这么一拍，就是告诉大家，我现在开始要说了。说什么呀？单口相声无非就是讲点民间笑话，说段历史故事。您就拿清朝来说吧，这故事就不少。清朝12个皇帝，可13个年号，称为十三朝。在这十三朝当中，故事最多的得数乾隆。因为什么？他居中，他前边是天命、天冲、崇德、顺治、康熙、雍正6个年号，后边是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统也6个年号，他在当家。您看啊，一般的东西都是当家最好，是精华。拿吃饺子来说吧，当家是丸儿，一个肉丸的饺子吗？是吧？吃包子，当家是馅儿；吃榛子，当家是仁儿；吃橘子，当家是瓣儿。吃桃子当件是胡，反正是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当件的好。这乾隆呢，在清朝啊排列当中称为鼎盛时期。继位以后，手下用了2个得力的大臣，是一武一文一满一汉。一个是满中堂武英殿大学士、兵部尚书、九门提督和珅，外号啊叫辣头。怎么叫辣头呢？他是御前侍卫打灯笼的啊，当时呢个头不高啊，梳一小辫儿，哎，老赶末班，哎，故此啊大伙儿给他起一外号叫辣头。叫来叫去，这外号还真叫开了，指定他后来都做了中堂了，私下还有人管他叫辣头的。
另一位呢是汉中堂文化殿大学士左都御史吏部天官刘墉啊。有人说了，刘墉这外号我可知道，叫刘罗锅。哎，您这可说错了，刘墉可不是罗锅，要是罗锅也入不了阁，做不了中堂啊。按着清朝祖制所定，凡六根不全有残疾的人不能在朝为官，刘墉做那么大官能是罗官吗？多大官？刘墉当朝一品文化殿大学士汉中堂，那能是罗官吗？哦，汉中堂是罗官，那满中堂呢？拽胳膊，皇上没鼻子，娘娘一只眼，那就不是大清国了，该改残废院了，是不是？那么为什么管他叫罗官呢？哎，他这罗官是皇上封的。说这封官还有封罗官的吗？不，也不是皇上真封，他是跟皇上讨的，他是这么回事。刘墉这人呢，能写会画，啊，他学问最好，啊，整天的趴在桌上啊看书啊写字啊，天长日久呢，就有点水蛇腰了。有一天呢，往金銮殿这儿一跪，皇上说了，一看，刘墉，你这么一跪，这不成罗官了吗？刘墉一听，赶紧朝上磕头，臣谢主隆恩。皇上一愣，哎，你谢什么恩呢？啊，谢您封我为罗官俩字儿。嗨，封你为罗官有什么用啊？啊，有用，每年我能多领2万2银子的俸禄。这怎么回事儿？这清朝有制度，皇上每封一个字儿，每年领1万2银子。啊，你这制度直定到清末还实行呢。您看那个西太后，啊，咱们说慈禧太后，哎，西太后，对，每年呢要领16万两的烟粉银。咱们说那慈禧，那是头俩字儿，后头还有呢，他一共封他16个字儿了，就是慈禧端佑，康义昭裕，庄诚寿功，钦献崇禧。哎，这整16个，哎，16万两。今天呢，刘墉说这罗锅俩字儿，每年2万两。皇上一听，哼，我有钱也犯不上这么花呀，就要跟他争辩。刘墉，朕并非封你为罗锅啊，我是打个比方说着玩呢。刘墉不干呢，万岁，君无戏言，您说着玩不行，如果您说这话不算，以后您说什么全不算。皇上一听，赶紧说算。您想啊，说什么什么不算还行，算可是算了，2万银子没了。呵，皇上这么一想，行了，刘墉，啊，大清祖制所定，啊，凡六根不全有残疾之人不能在朝为官。哎，你既讨封为罗官了啊，罗官属于有残疾之人，朕无法再用于清，你辞官回乡去了。这意思，这官没了，官没了，无形中罗官俩字也就取消了，2万银子，哎，也省下了。刘墉一听，什么？哦，我要罗官吗？你说我不能为官，我不要罗官吗？你也甭花钱了，合着怎么着你都合适，那哪行啊？说万岁，罗官并非属有残疾之，哈，那咱不抬杠啊，就算啊他不属有残疾之人，那也是相貌丑陋。你想，从古至今哪有相貌丑陋者在朝为官的？你找出一位来，有吗？
有啊，有。哪位啊？万岁，浩瀚三国庞统庞士元，人称凤雏先生，跟卧龙诸葛亮齐名啊，长得就不好看啊，黑面短须，秃眉掀鼻，没有眉毛，翻鼻孔，这够难看的吧。可是官拜副军事中郎将，封关内侯和侯爷啊，貌丑才高，不妨封侯拜相。皇上一听，咦，他还真找着一位啊。嗯，好好一琢磨，又有了。庞统啊，统兵布阵，深得六韬啊，他会打仗，但是有帅才无文才。你看人诸葛亮有前后出师表，这庞统有什么诗词歌赋流传于世，像这样不全之才不值一提。哦，他庞统不行。嗯，那么东晋陶谦陶渊明怎么样？人称五柳先生啊，当过参军，任过县令，写过归去来辞，做过桃花源记。乾隆说陶渊明还可以啊，万岁可知陶渊明是斜眼儿，是斜眼儿。皇上气乐了，他是什么时候又成斜眼儿了？你有何为证啊？万岁有他的诗。乾隆说陶渊明的诗我都会背诵，哪首啊？万岁您可知饮酒舞？乾隆说不就是这个吗？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，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，山栖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有人说行，这行了。哪句啊？刚才您说了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啊。是啊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，上东边去采菊，能看见南边的山，这不斜眼吗？他怎么琢磨来的啊？啊，既然是斜眼儿，都可为官。你这官还继续当吗？臣谢主隆恩。哎，这官儿算保住了，官儿一保住，罗官俩字儿就站上了，两万银子也跑不了了。皇上也想，这罗官去不掉，钱我也不能这么花呀。我呀，做首罗官诗，恶心恶心你。刘墉，既然你讨封为罗官，朕赐你一首罗官诗。刘墉听什么？罗官诗？哦，这罗官还有诗？你这是想做首怪诗，去气气我？行，来，咱指不定谁把谁气了呢。臣恭请万岁赐诗。乾隆这诗是怎么做的？人生残疾是前缘，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不承认这罗锅属于有残疾之人吗？哎，我非这么说，这是有残疾的啊，这是前世姻缘，前世注定。那个您说什么？宿命论讽刺这个生理有缺陷的人。哎呀，您别忘了，这是200多年前封建皇帝做的诗，他就这水平啊，他能说出别的词儿吗？说这个万里山河红旗飘，泰山压顶不弯腰。您听着就别扭了。哎，所以说他说人生残疾是前缘，口在胸膛耳垂肩，仰面难得见日月，侧身方可见青天，卧似心字缺三点，例如弯弓少一弦，死后妆脸省棺椁，龙体之内记长年。刘墉一听，合着我这么大人就窝在龙屉里，死了都直不了样啊？
皇上你也忒损了。心了生气，可表面没动声色。皇上一瞅，哟，还真沉得住气呀。嗯，行，我再加把劲儿，拱拱火。刘墉，朕命你对诗一首啊，都对诗一首。哦，你这是想让我自己把自己说了一段，来顿窝心骂啊，气气我，行吗？我做一首，咱指不定谁把谁气了。臣遵旨。刘墉这诗是这么做的：驼生几方可存粮。您看这骆驼呀，号称沙漠之舟，在沙漠里走多少天渴不死饿不死，为什么？那脊梁背那儿有一大鼓包，那叫驼峰。对，刘墉这头一句是驼生几方可存粮，那是粮食储存的仓库。二一句呢是人长驼背智谋广。您不是说我罗锅吗？我这点能耐呀，哎，全在这罗锅上呢。文韬伴君定国策，武略戍边保家邦。臣虽不才知恩遇，承蒙万岁赐封赏。别看罗锅字儿不多，每年得银2万2。皇上一听，哎，他把我给气了。